玉米面面条，这面条口感可好了，姐妹们，很有嚼劲儿，而且滑滑的。这个面条呢，一包里边是半斤，19.9块，给大家发五包，19.9块五包，一包里边半斤，250克，保质期是1年。大家如果有喜欢吃的小黄车，可以去买去拍啊，老好吃了。